大家好，我是 Laura 梁心怡，非常开心你能够参与我今天重大的日子，就是呢是明日之星的红毯首映。So, let's go。还有力气跟红毯的所以你觉得这部电影如何？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扮演的功能跟怎么样融入的，我觉得都做得就是非常的好。尤其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的议题是他来讨论这个行业，那我就是在这个行业其中，所以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又会特别的有感觉。他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整部这个电影是用办 MV 的方式去呈现，这个是让我觉得最惊喜的一个地方。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明日之星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说好像红模仿，好像拉拉链，好像你知道类似那种音乐剧的感觉。我看到是蛮开心的，因为他把用音乐把这个故事串联起来，因为它里面就是在讲一些你在追求梦想以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，然后有时候也会有迷失自己的时候，所以自己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哽咽的感觉，而且加上它是用音乐去串联，所以它就是 不止满足你的视觉，可以满足你的音乐。而你一定要支持明日之星。 Yeah!